下一首歌曲、也是由老师带来的团奏《单程车票 One Way Ticket》。这首歌呢是由此想念，也是恋人分开的一首歌曲，做一个分离的画面的书写，书写着没有对方的生活是如此的难过。好，我们热情的掌声欢迎老师们所带来的单程车票 One Way Ticket。谢谢老师们带来的好听的单程车票。